家平安，平安。好早起来，咱准备心来敬拜咱的上帝，是真水的代志。这个是咱同心同意做伙来娱乐，咱去三个主持。
成肉身，这是基督教的一个奥秘。十字架上牺牲的爱是我们每一个人服事的力量的来源。谢谢主，他愿意背我们每一个人的重担，帮助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有形的教会当中来侍奉神跟服事人，让教会可以真正的在社会上来发挥做光做眼的影响力，让教会荣耀基督，基督荣耀教会。我们一起来唱，主你真伟大，我。